当天吉利行打开微博，赫然发现超凶的冷空气来了，上了热搜的时候不禁打了个冷战。随着北方多的即将降温到零度，给大家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寒冷，我们的皮肤也要经历严峻挑战了。一般的水乳已经鲜有效果，本期断货王就给大家挑选了七款适合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液或高机能顶级面霜。不过答应本王，在给肌肤穿衣服之前，先把移动被窝披起来好吗？像这样还有这样。好了，言归正传，本期断货王推荐的面霜虽然比较贵价，但却是冬季最值得投资的美容单品之一，保证你在超凶冷空气中突围而出。 Element Prime $25 参考价格 1730HKD50ml。 说起贵价面霜，怎么能少了法尔曼？这款生效水凝日夜保湿霜专为对抗缺水肌肤设计，质地细滑，具有超快渗透性，可以在维持肌肤最佳湿度的同时形成一层隐形保护膜，晚上使用可以完美深层滋养肌底，早上使用则是理想的妆前底霜。这款面霜算是法尔曼比较基础的系列，如果你不想给肌肤增加额外负担，它就是伴你度过寒冷季节的最佳保湿面霜了。 Revive Moisturizing Renewal Cream Supreme 参考价格1900HKD 50毫升，来自美国的医学美容品牌 Revive， 由整形外科医生 Dr. Gregory Bass Brown 创立，将荣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有效成分 EGF 表皮生长因子导入护肤保养品之中，可以促进皮肤的自我修复功能。这款光彩再生活肤霜是滋润型，它除了拥有超强保湿力外，还可以在夜间抚平肌肤纹理，温和代谢掉老废角质，令皮肤表层白嫩光滑，焕发出健康光泽，让疲惫干燥和暗黄一扫而光。Heaven Rubinstein Prodigy Reverses Cream 参考价格 2180HKD50ml HR。 这款致美素颜精华霜适用于干性皮肤混合型肌肤，在冬天也可以放心使用。它的研发灵感源于诺贝尔的 SASB 衰老复因子革命性一体，凝练阿尔卑斯高山雪融化精粹，深度延缓衰老进程，让皮肤细胞保持在年轻活力状态，同时深层修复肌肤，舒展皱纹，紧致轮廓，弹润保湿。 OMYUNGUIHYNG All-in-One Cream 参考价格 2245HKD 70毫升。顾名思义，我的这款名义响 ALL-IN-ONE 是一瓶多功能面霜，名义响系列采用来自宫廷的珍贵配方，乾隆皇帝时期的御医配方拔针膏，以薏仁、山药、莲子肉、藕节、麦芽等成分，针对干燥及衰老，给予肌肤深层的修护，改善粗糙和肤色不均。一瓶在手，几乎能解决所有肌肤问题，简直是懒人的冬季福音。Blano Copy Imperiale the Cream 参考价格 3680HKD 50毫升。娇兰这款玉婷兰花卓能焕活面霜适合所有肌肤类型，采用全新细胞呼吸科技，轻松抚平细纹和皱纹，令肤质紧致细腻，弹力莹润，肤色均匀通透，绽放宛若新生兰花一般的年轻光彩。La Prairie Skin Caviar Lux Cream Premier 参考价格 4000HKD 50 La Prairie 这款女子精华穷贵面霜是全世界最奢华的面霜之一，它能充分滋养并紧实肌肤，内含 La Prairie 独有的活细胞精华、鱼子精华、海藻蛋白、小麦蛋白以及一系列植物萃取精华，可以有效激发胶原蛋白的再生平缓，紧实皮肤，迅速改善疲惫暗沉干燥缺水的肤质状况，让肌肤焕发出犹如丝缎般的年轻光彩。 CLED Polo CRME 参考价格 800HKD 50毫升。肌肤之钥大名鼎鼎的金质属霜，凝聚了品牌独特的核心成分亮肌肤和精华 EX， 由精心研发的珍贵铂金金蚕丝、日本珍珠和茶氨酸等汇聚而成，能修护肌肤损伤，质感无比柔滑细腻，可以彻夜修复肌肤，抗老保湿，让皮肤恢复最理想的年轻光彩状态。
只需在每晚护肤的最后一步取一颗珍珠大小的乳霜于指尖，仔细涂抹全脸，即可收获透亮紧致的水润美肌。